迎来到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都给他轰烂！全军出击！五虎上将，参殿。自古都是我射人，岂有人射我？哈哈！呼！蜈蚣越野，开始撤退。啊，进去了。沉溺于美女的身影。哈！呵！嘿！耶！嘿！呼！嘿！不必追寻。嘿！嘿！呼！嘿！哈！嘿！哈！请求集合。嘿！没死的。哈！耶！嘿！哈！嘿！嘿！这把太跳了，感觉出了攻速型。小明，等下牵我，我们随便乱轰，好不好？耶！玩不了了，要炸穿了。黄忠前面顺，后面他挡不住的，我虞姬根本摸不到我。呼，看你要几个二级，细节呀、啊，还挺会玩的。我被打了，他切黄链子，然后知道平 A 要帮我回血。我手中的猎炮可不老。哈！无坚不摧。这波好像救不了。哎，不过那个过来，啊，标错人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耶！来。打了。You have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. 行，这个雷没埋到。怎么在天上的时候感觉二技能稍微短了一点？好吧，埋到了都死。看看谁才是活靶子。自信，哇，差点自信成功了。下路直接打穿，无动如山。嘿，无坚不摧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嘿，主宰暴君降临，防御塔护盾消失，怒车出击。乱世之中。别别别，兄弟，这样卡着去吃钟吧，老弟，站着不动在这里，你可真行啊你！妈，就凭你俩也想与我一战，那就点。无坚不摧。来，自古都是我射人，岂有人射我？开始撤退。来，对点，
点点点，一屁股坐下，轰！nice， 还好这哥们他带一剑点歪了，把我吓死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完全不虚他，我的刚。别担心，良善。伤害高啊，那肯定的，黄忠好猛。开个大不就两炮，三炮一个小朋友吧，你看姜子牙三炮直接拜拜了。他们队就那个刘禅稍微能吃点伤害，好吧，刘禅一倒基本上都没有前排可言了。兄弟中路，哎呀这个人他真的是抓得太狠了呀，这样庶子七五年老，我手中的猎炮可不老。行吧，吹干净吧，他们这样玩的话我们就把中路给拔了，下路给他们来不及救，上路他们掉了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 来，有谁要来，把雷埋好啊，雷埋好无敌的。乱世之中我来恪守中矩，来埋雷。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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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做大一炮一炮炮炮炮，还有谁？亚瑟，会玩的。岿然不动如山。来的，这姜子牙怎么敢守？守都守不住。两颗雷往这里一埋，谁能守？我不敢过来看一眼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再去推下路，什么？跨越雷区过来？你可胆子真大！哎，我这个二技能没丢出来，好吧？点普攻点凶了。直接六炮带走两人，太爽了。Rampage。有点点。我也可以推了呀，还是不要玩稀奇古怪，玩上强度，上强度。感觉强度高的英雄玩起来就是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去把这个，等一下你就在人群里面架炮，我感觉都死不掉了。他牵着我伤害实在太高了。嘿，嘿，嘿，白狼，嘿 ，OK 哦，嘿，嘿，啊，有他这句话我就放心浪了。就剩上路的他了，我去拔。啊！我在这里架炮，这里放好二技能，全部都过来送。啊，这里放好，你非要过来送是吧？我一屁股坐下，一炮、两炮、三、四、五、啊、六二技能，没办法。这个人有点变态。这个嘴巴脸上有点为难。没事，只差一个吸血，把这个吸血一做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死。好吧，结束了。只有跟兄弟们一块干，才能得到第三套衣服。你麦没关了，没事，反正他也听了也无所谓，我自己
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炮车出击。哎，我们把主宰给秒了，把暴君给秒了。你打这么多干嘛？入口放雷。吃了个再吃一颗。我来了。这一波。我都是我射人，岂有人射我？你们是一二三四。起来。乱世之中，我来这手中。踩他一脚。一二三四。御手岿然，不动如山。入口埋雷。你是怎么敢到我脸上来的？你小子，做一炮，炮啊炮，炮炮吸，哎，我这吸歪了啊！我这准备轰两下冰，把这个血量给拉上来，拉不上来。其实轰人好像都死干净了，点补兵剑，核弹又膨胀了。我只能说这一把问题在于没有开音效，你知道吗？轰出去的感觉不太好，我感觉声音有点小。你们没有感觉到今天音量有点小吗？怎么套了兵线啊？我点了补轰。轰两下，直接抬一千血，再轰正面。教你们一些人生经验。换抵抗鞋，早都换了呀。我刚才，难道我换装你都已经快到你看不到了吗？我吸血已经好了，起飞了。我再做个不祥征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的，这一波真的不知道他死了呀。我的意识能顶上去燎原埋斩是吧？你怎么说？还有你是不是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说不动了。啊，这一波应该是炸了，反战输出98%，再推个高地。反正他们都会冲脸的，我没必要出直攻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发起进攻。出个苍穹，我觉得苍穹没有必要吧，因为看对面不像那种大爆发。如果是奈可露露这种或者吕布过来嘎我一刀那种大爆发，我会选择纯苍穹。但对面他都是那种柔性伤害，就是一点一点的折磨你的那种。那纯净苍穹他那一下就感觉挡不了太多输出，纯净苍穹那种，是吧？一下子给你很多的，你按一手纯净苍穹就很爽。他那边没有爆炸伤害，什么是爆炸伤害？好，哎，已经结束了。金身不怕冲脸，其实也可以做金身，做金身挺好的。发起进攻，庶子欺吾年老，吾手中的猎炮可不老。已经死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波线没截到。只有跟兄弟们一块儿发起进攻，才能得到第三套衣服。冷静，拿个红。反魔线，谁来冲？冲脸上是吧？这边一炮一炮，闪现拉开，二技能，轰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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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了没？轰轰二技能，轰轰轰轰，错了没？轰轰轰，
啊轰轰啊出了没？元哥，元哥，我不太会。所以说架炮不如平 A， 也要看的。他有的时候架炮轰的时候，轰到旁边的人，你平 A 他只能打单点，对吧？假如说你要打前排的话，肯定是就是后排太远了，然后前排的话你肯定单点好一点，对吧？单点那个伤害不容易丢失。